好，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利用什么重定向的方式来创建逗号文件吧，一种是什么手动，一种是什么脚本，不是自动，脚本 OK， 脚本的形式。手动的话是要按 Ctrl 加 D， 是不是 Ctrl 加 D， 这个明白了吗？ Ctrl 加 D 我这个写这儿了啊。自动的话，脚本的话呢，脚本的话不需要。那下面呢，我们利用脚本当中，利用这种机制来把案例二做一个这个稍微一个扩展看一下啊。来，我们看一下案例三。案例三其实就是案例二的一个变种啊，变异。好，各位看到案例这个能看懂吗？这儿能不能看懂？这个结果是创建一个什么文件，它的输出到哪去了？好，这个能看懂吗？嗯，这个文件各位有没有说有没有定义那个输出重定向，有没有定义？没有。所以呢，我们执行这个程序的时候，它就是输出这几行吧。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制来干嘛，来在脚本当中打印一些消息。比如说大家看屏幕上这个脚本，好吧，这个脚本当然随便写的啊，这不算是脚本啊，现在啊，这只是说一个文件，脚本都谈不上。这里面内容呢，我们写的什么？大家看啊，你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个？这脚本在哪儿啊？刘老师，那个脚本在哪儿 ？KVM Manager 那个脚本在哪儿？啊？哦，在这儿是吧？好，现在你看，我们有一个脚本，在一开始的时候打印一段消息，看到吗？打印是不是一段消息啊？我们完全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就这段消息，就这段消息啊，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做，我们就前面这段吧，直接把它扔到一个什么？扔到我们刚才这个文件里面去，看到吗？这边是由于那个字符的原因，这边字符原因啊，我再开一个终端，阳点 sh 吧，是不是这样子？我直接是不是在里面扔了一段？哦，不能光扔在里面啊，扔里面还不行。set low number， 我在里面加了一个，看啊 ，cat 杠 uf 吧。在结束的时候呢，在是不是 UF 啊？是不是这段话就不会就纯粹是用来显示的呀？是不是纯粹是不是用来显示在屏幕上内容？好，这段话呢，我复制一下，以便于你呢去复制。好，这个对齐我就不管了啊。然后我们在执行的时候，你看。我写好这个以后，我在执行阳点 sh 的时候，啊，我在执行阳点 sh 的时候会怎么样？然后这边呢，我们看到是不是就输出这段话呀？所以有时候有那么困吗？困，站起来啊！站起来还困是吧？接着站。如果。哎，有人说站起来困或者怎么办，我也想个办法，好吧。椅子拿到这儿来放这儿。椅子挪起来，挪到这儿来，随便你怎么弄。针就没有了。好，各位看到了没，各位？就是如果我们想要输出一段消息，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啊？当然这种方式有一个术语叫什么呢？这个方法有个术语，其实不论叫重定向，有一个术语。你看我这给他写错一个啊，假如说写错一个，
你看我执行的时候他报错，报不报错？没报错啊。好，报的不是那个错。我要刚才有一个错误，我们来报一下啊。像刚刚像这种情况，这个是不对的吧？现在，哎，怎么没显示那个刚刚有一段错误啊？挺好的一段错误，而且还是很正常的在显示，是吧？非常感到很特别，很痛苦。好，现在我们在执行这个脚本的话，是不是就最后是一个输出消息啊？好，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脚本的重定向的方式，来实现这个功能。这个是综合案例四了啊。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呢，可能你同学没有见过。来看第一个，能不能解读解答一下？告诉我什么意思？嗯，第一个第一条命令干嘛的？没见过分号吗？不是没见过分号，今天见一次啊。LS， 这是几条命令？告诉我。你知道我想要的初衷是什么吗？我想重定向，但是我想要的初衷是把他俩都重定向到垃圾桶里面去。但是最后事与愿违。LS data， 我想是不是要的是重定向里面去？结果你发现，是不是这条命令被选中了？因为这个重定向是不是对他而言？这个呢，没有，看懂了吗？那我们演变了一下，怎么演变了一下呢？给他俩。先没加括号啊，先来一个蠢的，给他俩都来个重定向，是不 OK？ 可以吧？能看懂吗？但是我想说的是，可以这样做，把他俩看成是一个整体。当然，这个分号两边有没有空格？一个是分号，一个是重定向符号，两边有没有空格？还有管道？那随便，好吧？没问题吗？看到了没有？是不是现在他两条命令我们是不是都做了一个重定向？各位能看到这种演变过程吗？能看到吗？一个第一条命令我们想要的是谁呢？都重定向，但是没有达到。我给你写一句注释吧，别让你一会儿看不懂我说的意思。这是希望什么？希望两条命令输出都什么重定向，但结果有达到这个要求吗？没有。第二条可以，但是第二条是不是太过于麻烦？第三条可以，第四条呢？什么是一点钟？对，第四条呢，我们刚刚这个小脚本呢，没有特别告诉，也不用你先不用特别管。第四条，我执行的这样一个脚本，就是每隔两秒钟显示一次，但是呢，我不想要输出的消息，是不想要输出消息？或者说，我们第四条可以再加一条，加个东西，我把这个再加一个啊，这个例子都是不断的演化的。来问一下，现在第四条什么意思？嗯，现在第四条什么意思？放后台吧。但是就是我们现在呢是希望把它然后在后台运行，但输出依然在什么？在前台的终端，是不是挺恶心的？这个你看啊，看这条理论上讲能听懂吧？当然这条其实加不加，我们昨天也试了，加不加那个什么，加不加括号好像都行，对不对？好，都成。那我们为了严谨，我们都加上吧。看，是放到后台了吧？但是呢在哪输出？而且最可怕的是按 Ctrl C
根本就不屌你。为什么不屌你？不是他不屌你，是因为 Ctrl C 只能够去终止什么前台的程序，而这个程序明明在什么后台，你想终止无能为力。那所以怎么做呢？所以呢，我们可以两件事都考虑，既考虑放到后台，也考虑重定向，是吧？当然现在这个问题就麻烦了，现在这个问题也不能麻烦，如果说你是聪明人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个终端关了，或者是你再找个窗口就给它杀了，或者说 FG 调到什么前台，但是你输 FG 的时候不是能输能输，只是显示不影响你的任何东西。你看我刚才输完以后，其实那个命令早就跑了吧，你回车没问题的，好吧，只是个显示问题。 OK， 能听懂吗？你输 FG 把刚才那个命令调到后台的命令给它调回来，然后在前台给杀死，就是后台杀不死你，有本事出来啊，出来我弄死你，好吧，你在后面藏着我没办法打死你，是吧？你出来我就杀死你，我把它骗到前头来杀死，明白吗？骗到前头的方法就是 FG， 而且你输的时候你发现好像乱糟糟的感觉，你不要管，这个时候就是考你定力的时候了，是不是？就环境多么的恶劣影响你，但是你始终有一颗坐怀不乱的心，明白？我这个用语不太好是吧？我知识词库不行，我有事补充一下啊。啊，始终有一颗 carry 的好吧，啥心就不管了，周深不知道是啥心啊。前者，前者吗？他不知道。好，现在各位看明白了吗？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是不是应该重定向到哪儿去？那然后是不是这样子？我说的是如果不想要的话啊，想要的话你可以重定向到一个文件里面去，是不是也可以啊？不是说这个垃圾桶，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并不是说一定要跟下的 data TST， 是吧？看明白了吗？后台服一定要放哪儿？最后回车后台看这个文件，跟下的 data TST 几行，看错了吧？还是看错了吧？ tell f 跟下的 data.tst 当当当，注意到了吗？明白？好，然后当然呢，既然放到后台的话呢，你是不是可以通过 jobs 来看后台，确实有一个后台是不是有一个家伙在运行啊？能看懂吗？好，大家想杀死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把它骗到前台来杀死，一种就是在后台直接就杀人灭口算了，根本就不用到前头来。在后台来怎么杀？ kill 百炮一，能不能 kill 一啊？啊，不行，对不对？好，我再说一遍啊，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它骗到前头来，怎么骗？ FG 骗过来 Ctrl C 是吧？一种是 kill 在后台直接这个撸了，是吧？能听懂吗？好，这就是我们关于它的。当然下面这个例子呢，今天我们还没有讲到，或者跟着现在还没法用，这是我们之后在我们这个后面课程中对学习那个安装源码这个软件时我们有会有的一个行为。然后 config make make install屏幕上会滚屏，对吧？如果不想要的话怎么办呢？定到这里面去，是不是？好，这是关于这个叫什么，叫案例四。好，下面呢再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扩展知识，叫做扩展，叫做 sub shell， 也叫做 sub， 什么意思？你们之前见过 sub let 吗？子网还记得吗？sub 那就是子校，子校。
好，什么叫子效呢？看清楚啊，或者子效有什么用？大家看一件事儿，来做个对比啊，哎，都精神一点啊。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候啊，当前在哪儿？看到这个波浪线表示什么？你在家里面。来，我 CD 分号 boot 啊、CD 那个 boot， 然后 LS， 告诉我这两个命令完成什么功能？先切换到 boot， 然后在 LS 看到的是哪内容？没错，看到的是 boot 下内容。当前提示符也变了吧？变成哪儿了？这个命令的结果，你仔细看，这个命令的结果达到了最终的效果，但是当前效也什么也变了，所以我们这两个命令在哪执行呢？这两个命令是在哪执行的？我们说这是在哪执行的？这是在当前效中执行，明白？所以影响的是谁？最后当前效。你看最后是不是这个提示符变了？来，我们这个例子呢再重新再演示一遍，在哪执行？现在在 sub shell中执行，就在哪执行？在子效中执行，请大家眼睛看清楚啊！现在我先回来，明白吗？是不是肯定要回来一次啊？你不回来，这个意思就不大了，好吧？先回来就再来比一次，然后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加一个括号。好，结果也是看到了那内容，但当前效没有变，注意到了吗？说明我们这两段带两个程序，两个那个叫什么？这两个命令在哪执行的？在子效、当前效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所以说括号是干什么呢？括号就是说，常规来讲的话，比如说我执行一条命令，像这样执行一条命令。它就在当前效中执行。如果我加一个括号呢，它在哪执行？子效中执行，看到吗？但是一般情况就是什么叫子效？就是再开一个效，再重新再打开一个新效来执行这条命令，那么自然当前效是不是就不会有任何影响啊？所以好多人最后很奇怪说，哎，老师 LS 命令我学了一辈子，我知道啥意思，但是我没见过这个命令啊，这啥意思啊？这也是执行 LS， 不同的是呢，在子效中执行，明白意思吗？那说为什么要子效中执行？有必要 LS 在子效中执行吗？有必要吗？或者这么讲 ，LS 这条命令会对当前效的环境造成任何影响吗？会吗？不会。所以这种好人呢，他在哪儿执行？我说随便，你在哪儿睡都行，对吧？但是如果他身上有一身土，他在这个地方睡会把这个弄脏，我说你还是去那儿睡吧，好吧。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命令它的执行你不希望对什么当前效造成影响，明白吗？比如说如果什么有一些命令的执行会对什么当前效造成什么影响，而你又不希望影响，对吧？这话说的不太舒服。如果不希望什么命令的执行，不希望某些命令的执行对当前 shell 环境产生什么影响，那怎么办？请在 sub shell 中执行。这话我说的已经够俗套的了啊。
就是如果说你觉得那哪个命令会是这样的呢？有没有这样的命令呢？有没有这样的命令说我们不希望在当然效忠执行呢？有，看下面这个命令。其实上面那个 ls 我觉得影响不大，它只是在这儿先打个头，先让大家看一下，是吧？下面这个命令就有意思了，你看啊，来，请大家关注一下，还记得 umask 吗？ umask 会什么？会影响什么？新建文件的默认权吧。好，现在多少？看清楚哦。来，请告诉我，这两条命令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你这么说吧 ，file 888最后什么权限？你敢说77，我打你！文件是不可能有什么权限执行，不是说不可能，是一开始不可能。所以最后的888肯定是多少什么权限？肯定是还是77，666，是吧？但是我想说的是 ，umask 也变了，因为这条命令影响的是哪个 shell？ 当前 shell， 能听懂吗？好，我想将当前 shell 的 mask 再改回来。好，请大家观摩一下，改回来了吗？来，再把这个命令换成999子 shell， 就是这条命令，你们俩给我去哪儿执行？子 shell 中执行。八。999的文件肯定按预期达到了我们想要的权限，是吧？但是呢 ，umask 没有变，能听懂吗？有好多这样的命令都是这样的情况。各位现在看得懂吗？这个 umask 表示要减掉什么？全减吧。那八四个八是不是最后啥权限都没有？最后呢 ，umask 是不是也那啥了？变吗？不变。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子 shell 中执行。所以不变，能听懂吗？我再说一遍，有同学问我说，老师真的有必要 ls 命令放在一个小括号里面吗？不是， ls 命令能把你怎么地啊？它能污染环境吗？它不能吧。所以说你把它框起来在子 shell 中执行没有什么意义吧，对不对？同样还有好多人很屌，他说老师 data 这个命令多好看，看用我的话讲，所有的命令都可以用括号什么括起来在子 shell 中执行，但是真的有必要吗？还是来看我这句话，如果说你希望某些命令的执行对当前环境不要造成影响，那就请在子 shell 执行。请问大家，这条命令执行对当前环境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影响？这命令有，它的目录是不是会切换啊？最终我们是看的是 boot 下内容，但是呢他这条命令肯定会切换，所以切了当前 shell 是不是切了？那所以我们用那个小括号括起来，明白吗？其实我们上面用到的小括号其实都是子 shell 的意思，明白吗？都是子 shell， 见到小括号都叫 sub shell， 明白？以后你再见到小括号那叫什么？子 shell， 子 shell 中执行，明白？好，所以实际上你不要以为这个丛林像看起来简单，是简单，但是呢它的点还是比较多的，对吧？明白？这就是我们的丛林像里面的一些概念。但是说实在的，丛林像只要搞好的话，后面呢顺风顺水，真的，你那些东西都看得懂。不要有一天你问我说，老师这啥意思？看 cat 你不要问我啥意思啊。然后最后紧接着下面是不是还有一个，是吧？你说老师看不懂啊，这啥意思？没见过这个符号，因为我们以前比较习惯是这个符号吧。那只不过是定义的一个什么自定义的一个结束符而已，能明白吗？这就懂了。好，所以这期的视频呢请大家仔细的观看一下，好吧。